好了，还是来看看今天我在微信群聊里发起的话题讨论吧。今天的话题讨论是哪个瞬间你觉得你们家的宠物成精了。我家狗有次我爸打了它，我妈回家看到它闷闷不乐的样子，就问他今天谁打了我们家宝贝，他瞬间就朝我爸瞄了一眼，那小眼神哈哈哈哈冻死了。这一眼就反映出来你爸在你家地位不怎么高啊。我家鹦鹉临终遗言是天哪，我家鹦鹉要死了。本来是件很悲伤的事情，怎么就变得这么搞笑了呢？节哀吧。有一只哈士奇最喜欢玩的是飞盘，别人家的狗狗玩飞盘都是主人扔出去狗狗叼回来，而我家哈都是直接叼着就跑，然后放下飞盘咬我裤子让我去捡回来。你应该高兴才对，我认为你的智商已经得到了你们家二哈的肯定了。我家猫每次它自己出去玩，我都会对它说11点的时候就回家，不然我不会给你开门了哦。结果10:59的时候它急急忙忙的就跑回来了。我觉得这很正常，我家的猫也十分守时，每天早上5点必定会来我床上踩我的脸。我家的狗狗每天生活超规律，早上一个鸡蛋半个红薯，吃的顺序也不会变，先给红薯绝对不吃，中午还要午睡，真是个处女座的狗。什么，现在连狗都分星座了？这是处女座被黑得最惨的一次，这让本处女座如何是好。我家狗每次看见我吃东西都会用手比划告诉我应该给它吃点，不然就会咕噜咕噜的叫起来，开始生闷气，这内心戏也是没谁了。哎，怎么说呢，这年头当条狗也不容易啊。